眼影版花千骨被自家粉丝抵制，有实力演技的郑爽却欠点运气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郑爽眼影版花千骨被自家粉丝抵制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赵丽颖塑造的经典让人知难而退了。不管是路人还是粉丝，都不看好郑爽饰演的花千骨形象能超越赵丽颖饰演的花千骨形象。既然没办法超越，甚至有可能做不到平分秋色，那么不让郑爽去演无疑是最合理的做法。但是郑爽粉丝抵制郑爽出演银版花千骨，给外界带来的感官只有一个，郑爽演不好花千骨。进一步推论就是郑爽演技不如赵丽颖，从而得出郑爽演技不行的结论。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有实力演技的郑爽却欠点运气。比如说许多人对郑爽的演技就停留在撅嘴瞪眼，那他们肯定不会支持郑爽出演银版花千骨。而粉丝们则更多是出于郑爽未来星途的考虑，不希望郑爽演这部作品。